好了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查囡仔尤惠如有卡刑之称。顶个月才因为卡到网滚的案件，被判刑六个月。即卖伊妈妈挂名的公司，讲嘛涉嫌诈领补助款。其实喽，这件台北市长郭文铁去年就来透露，讲警方处发现这个尤惠如借着举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的机会，诈领到政府机关的补助大约200万。台北地检署约谈尤惠如甲伊的妈妈甲小妹，啊，这个尤惠如是以60万来交保。而且要澄清一下。卡刑尤惠如在过才因为关西区场事件，被法官认证伊就是网军头。这位网军来发文章，侮辱外交部代办办事处造成处长苏启成想袂开。尤惠如被以侮辱公司罪发上关6个月徒刑，目前专案还在上诉当中。一个月了后，讲以上北检复审，这摆和网军无关系，是涉嫌诈领补助费。哎，没什么话要说，这次还是挺冤枉的。除了家己和检调约谈，杨惠如的亲小妹嘛穿5-6万的名牌外套来北检接受审问，连伊的妈妈嘛因为挂名公司的负责人而接受原距离侦讯。有什么要说的？你们觉得我很委屈？检调查出，杨惠如利用办理 WTA 国际女网赛台北站的主办权机会，得到标案和申请补助款，金额大约9000万。核销单位有北市府体育局、教育部体育署和交通部的观光局。不过，杨惠如涉嫌增加赛事名目，甚至收集和比赛无关系发票来报销，而且还向无同单位来请款，诈领补助款200多万。因为杨惠如的妈妈是公司登记的负责人，妹妹是公司的董事，所以无阿囝三个人。涉嫌诈欺和伪造文书，杨惠如以60万交保，妹妹杨惠心是10万块交保。